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59面，359面，第六行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念起啊，这是一小段。如维摩经种植保守于妙毕而菩萨，罗舍大师曰：保守者，收种能除无量珍宝也。又云：以施报故，收出无量宝物，如五河流，故名妙毕。我们前面学到这个地方，下面亦即是判此为十地菩萨之现，以制度成故。这是从经义上来看，这是到了华严经上讲的四世无碍的境界啊，决定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啊。这是化身大师才有这个能力啊。十地菩萨之行呢，十度圆满了啊。华严经上讲十波罗蜜配十地菩萨，初地菩萨布施波罗蜜，二地菩萨持戒波罗蜜，三地菩萨忍辱波罗蜜啊。他六度后面又加上愿啊，方便愿力智啊，最后啊第十，这个第十地啊是智波罗蜜啊，是的，智度成果啊，也就是说十波罗蜜修圆满了才有这个能力啊。妙智融通啊，故随意无碍。这个随意不是随意菩萨的意，菩萨没有意啊，这是一定要记住的啊。菩萨没有烦恼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啊，随众生意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自然出现的啊，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啊，众生想求什么自然就出现了啊，这真正叫做得大自在啊。建言曰：收出供具供养诸佛，圆公啊，隋朝的圆公大师，他在这个注解里面说：收出供具上供诸佛。那么这个供具从哪里生的呢？决定不是从佛生的
佛心清净，寂然不动啊。那菩萨心也是清净，佛跟菩萨都在戏台上表演，我们就晓得了，哦，给观众看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这些菩萨全是法身菩萨，啊，都是十宝庄严土的。他们这些演出是给十法界众生看的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教化十法界众生呢，应当以至诚恭敬心供养三宝，普施众生。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这些工具几乎样样都有。啊，香花宝盖，应有尽有。啊，是十法界。一切众生自身庄严之具，啊，都在菩萨手中出现了。十法界的众生看到了。他们也学到了，啊，学到了孝养父母，学到了奉事师长，学到了供养诸佛，啊，学到了布施众生。众生包括情与无情，啊，同源种质啊，所以下面一集云：施诸有情，供养三宝。啊，这个供养三宝是世间的住持三宝。啊，佛不住在世了，佛菩萨的像，雕的佛像也好，塑的佛像也好，啊，彩画的佛像都可以。啊，供养佛像，供养菩萨像、阿罗汉像。这是供养佛宝跟僧宝，流通经教，这是供养法宝。佛陀在世，以佛为主；佛不在世，以法为主。啊，以法为主，就是以教学为主。这一定要知道啊！啊，经典要没有教学，啊，只是念，不知道意思，这它不起作用啊！不但要懂得经典的意思，要深入，叫深入经藏。为什么？
他帮助你开悟，他帮助你明心见性。啊，天天念，如果是会念的话也行。啊，所以这个关键是会不会。学习经教关键也在会不会。会学的人不执着文字相，不执着名字相，不执着心念相，这叫会学。啊，会念的人都是六根净念相继的会念，会学会念的人都会得三昧，都会开悟，都能够明心见性，这真是宝啊。啊，所以今天在古时候完全是手写的，啊，写经的时候写一个字要去把手洗一次，古人沉浸到这个程度啊，现在还有没有呢？还有，我看到一个人啊，我看到他是老人，他已经70多岁了。他写经，啊，也是每写一个字洗一次手。啊，姓张的张老居士，我在加拿大温哥华遇到他，啊，我请他写一部《净土五经》，他大概用了2年的时间完成了，这是法宝啊！这个没有真诚恭敬心不行啊！现在的印刷术发达，我们将这部书印出来。啊，当时印的数量大概不多。我这个地方大概还有10几套。啊，我想我们拿到这个台湾去翻印。末法时期，众生得度，全靠法宝啊！啊，难得这部手写的恭恭敬敬。啊，往后能不能找到这种人呢？少了。啊，真正有这个恭敬心的，字写不好；字写得好，没有这种恭敬心。我们对法宝要恭敬的，法宝一定要庄严。啊，不能草率，不能够随便。啊，现在印刷术进步，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了。啊，我们这一次印的群书之要精装本一套，啊，台湾的定价
2400块钱啊，或人民币600块。叫人捧在手上生欢喜心啊。啊，我们做不到这样，这对不起法宝啊。啊，这个法宝会永远传下去，人家拿到手上会珍藏啊。啊，展开经本来读，不能不恭敬。看到这么庄严的本子，能不恭敬吗？啊，不可以把它当作报章杂志来看呐！记住印祖的话，十分恭敬呢，就得十分利益；没有恭敬呢，展开了不得利。妙智融通，随意无碍。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相似的。啊，我们模仿啊，它是真的，我们是假的，假的也像真的，啊，模仿。啊，那我们今天乘着这个科学还在这个世界，好好的利用这些工具啊，利用网络与各个不同地区的人在一起学习啊，利用卫星，利用光碟，啊，大量的流通，精义很深，其味无穷啊，法味也，不认真的学习，你尝不到。认真学习，你再跟人分享，味道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你尝到味道了，你才能说得出来。你没尝到，你怎么能说出来？啊，真正尝到乏味了，我就知道你的心清净了。为什么呢？心不清净，尝不到。啊，你能尝到法味，肯定你心地清净。啊，你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啊，所以你在应用这些智慧，啊，施诸有情，供养三宝，你都有善巧方便了。啊，你所作为呀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！啊，这个里头，自己不能有欢喜，有欢喜心，欢喜生烦恼了，让大众还没有接触佛法。或者刚刚接触佛法不久的，啊，功夫还不到家的，这些人生欢喜，帮助他们，提升他们的境界。啊，让佛法帮助这一切众生
破迷开悟啊，迷生烦恼啊，烦恼带来的痛苦啊，啊，开悟他就离苦得乐了。啊，开悟他就放下执着了。啊，开悟啊，他就不会给一切众生对立，不会有矛盾，不会有斗争，啊，帮助这个社会安定和睦，帮助众生幸福美满，这是佛菩萨以及佛弟子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只要不舍弃经教，认真努力去学习，锲而不舍，你会做得到的。净音乐，手出供具，供养祝福。啊，这个以及施诸有情呢，供养三宝，可见手中所出无尽之宝，庄严之具，所需最上之物，端为上供于下施也。上供实际上还是为了下施，诸佛菩萨证得大圆满大自在，他还需要这些东西吗？什么都不需要了。啊，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？没有别的，只有一个用意，教导众生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用意在此地。佛跟菩萨在表演，啊，在做戏呀，给我们看的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真正学到了，要怎样去孝养父母，要怎样去奉事师长。啊，印祖给我们讲，十分诚信的十分利益，上供诸佛，下施众生。就是印祖这一句话的落实啊，十分恭敬，怎么做法呢？啊，就在这些四项当中，为我们显示出来了。如唐一曰：“珠宝香花，床幡增盖，上庙衣服，饮食汤药，借助佛藏，珍万所需，借从菩萨中啊。”自然流出。这是菩萨手中啊，自然流出啊。普施众生，理要有情。中国古圣先贤
所说的道德仁义礼，这是属于礼，古大德告诉我们，上古三皇时代一道治国治天下了，道无为而无所不为，无为而治啊，到无地的时候道没有了，以德治天下啊，无地之后三王啊，三王是夏商周啊，德也衰了，于是乎用仁，仁者爱人啊，用爱的教育，那治天下。春秋五霸的时候，仁衰了，再用义啊，讲义气。到秦始皇统一之后啊，秦始皇是用法，严厉的法律，15年亡国了，汉取而代之，汉不用法用礼啊，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，用孔孟学术，以礼治天下。这个制度一直延长到清朝末年，清亡国之后，礼没有了。古人讲了一句话：“礼失，而后天下乱了。”真的，天下大乱了。啊，这些供养是属于礼。啊，佛菩萨来教我们了。啊，礼，中儒家的礼。在佛法就是戒律，唯一啊，律一戒，学佛如果把戒律丢掉了，就是古人讲的礼失，而后天下大乱了啊，戒律丢了，佛门就乱了，这一乱呢，佛就没有了。佛在这个世间有名无实，啊，善心之人，啊，看到这个同情心，社会的动乱，佛教的衰，这个衰末。导致人民痛苦，救自己，救世人啊！怎么个救法？从三教的根本做起，就是救世救教。
啊，我们不能从根就起，那我们做的是什么？我们做的跟世间人一样，在毁灭宗教。在毁灭传统文化，在干这个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能够想到的。然后，自然有相当高度的警觉性。啊，这个警觉性就知道了，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，一个是心，一个是王。传统文化能复兴，佛陀教育能复兴，你是走天堂路啊！传统文化要灭了，佛陀教育灭了，你是走的地狱路啊，没有选择了，就是两条啊。啊，你走哪一条路？只要发心，不要想到我有多大能力，我有多大智慧，别想这些。只要你尽心尽力去做，功德就圆满了。实在没有能力，古人讲的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，你有这个心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你的功德也是圆满的。啊，因为一句名号啊，具足大圆满，这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你果然能够做到度摄六根净念相继，你就给世人做了最好的榜样。于一手中流出如是无量无边种种最上之物，正显华严一多相继圆明具德之宣之。啊，从理上讲跟华严经相应了，啊，完全相应。念功举出这个例子，让我们对于经中所讲的四欲理增长信心。特别是圆明具德，圆是圆满，圆明具德是性德了，这不是修德了。啊，从我们修行，性德流露出来了。
啊，在我们的手中也如是啊。我们全心全力、至诚恭敬去办的，那就是最上之物。为什么？你用最上之心，你的物是最上之物。《了凡四训》里头有一个小故事。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家境清寒，生活贫苦，只有两文钱，诚心诚意到寺庙里供养三宝。老和尚为他祈福，为什么？他这两文钱圆明具德，不在乎物品啊，在乎他那个心呢、那一种真诚，那样的恭敬。啊，以后这个女孩子做了王妃了，带了千金，千两黄金啊，到寺庙来供养。老和尚让徒弟接待就可以了，自己不出来了。他觉得很压抑，找老和尚问问为什么？我年前的时候两文钱，你那么重视。老和尚告诉他，那个时候的心跟现在的心不一样的。你现在做了王妃了，傲慢的心起来了。所以说，今天千金的功德抵不上过去了两文钱。论心不论事啊，心真事虽少可贵呀、那叫最上之物啊，两文钱是最上之物啊。千两黄金啊，不能跟他相比。你们想一想这个道理，就明白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知道无量无边种种最上之物，我们人人手上都有。你有最上的恭敬心，物品就是最上之物。能感动诸佛菩萨，如果我们的心杂乱，妄念，拿到世间的七宝，价值连城，也没办法感动佛菩萨，甚至连鬼神都不能感动。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老天爷真公平啊，修福不是大富大贵人的专利，贫穷人连饭都吃不到的人，他也有能力修大福报。
啊，我们在小乘经里面见到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出去徒步，啊，路上遇到一个乞丐，很可怜。哎呀，乞丐遇到佛，很欢喜，佛的福报大了，我讨的这一碗，人家给的一碗东西。啊，他就拿这个功夫。啊，实际上这碗东西很难吃，而且馊了，味道都变了。这是乞丐唯一一点点的财产。啊，他把这个奉献给佛陀，佛陀给他祝福啊，佛不嫌弃他了。啊，看他的一种真诚恭敬心呢，接受了。啊，真的配他福了。啊，乞丐没有几天过就过世了，灵魂升天了。啊，以这个供佛的功德呢，他到天上享天福去了。啊，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决定没有妄语，他讲的话句句真实啊！啊，所以最上之物就是最上之心请看底下经文。这是末后的一段，受化法性，由是因缘，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念老的注解说：由是因缘。总指以上种种殊胜因缘，能令所化之众生发起无上菩提之心呐！菩萨能教化了众生。是所教化的，啊，能教化的这些菩萨，化身大士，我们提化身大士，这意思在哪里？意思很明显，化身大师用真心，不用妄心了，就是圆满的真诚心。啊，印祖讲啊，十分诚敬，他比十分还圆满，十分可能不是圆满。啊，化身菩萨，破无明，真化身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，啊，见心成佛。他们住在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那地方是一真法界。啊，一真法界，真心所现。啊，所以这个法界里面，一切万事万物，
无衰无变，不生不灭。说明佛菩萨是真心，对待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是用虚情假意回报佛菩萨。这话不假，学佛的人很多啊，信佛的人很少啊。信佛的人很多，真正依教修行的人不多啊。这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要自己认真反省，别人不必去管他，最重要的是自己。我自己是真心还是假心？是真的悟了，还是在迷惑当中？这才重要啊！真正觉悟，真正念佛啊！真正念佛是毒舌六根，精念相继啊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放下万缘，一向转念呐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啊。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了。啊，这样念佛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跟阿弥陀佛直通了。感应道交不可思议，啊，决定不为这个世间所影响。啊，无论是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都不影响你念佛，这叫慧念。啊，都不影响你研究，你叫慧学。会念的人肯定往生，会学的人肯定开悟啊。听经的人多，听懂得的人不多，听懂得又肯干的人就更少了。老师，菩萨用真心来教导，学生也用真诚心来接受。啊，确确实实被佛菩萨感化了。怎么知道呢？他发现了，真懂了，晓得这个好，事出世间
最上之法，最妙之宝，佛菩萨传给我们了，就是这部经，就是这个名号，事出世间无上妙宝。我要发心做佛，我要发心生净土，这就是无上菩提之心，对这个世界，对这个十法界，决定不再留念了。无上菩提心正法了，法心功德不可思议啊！《华严经》初发心功德品，说得很详细啊。深表法身法藏大师，以无量心。发无量愿，起无量心，夜夜皆称真如法界。是故愿无虚法，功不唐捐呐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讲弘法的人。法藏菩萨给我们做了榜样啊，要求我们学他。啊，以无量心，就是心包太虚，两周杀戒。啊，发无量愿，只为一桩事情，一切皆成佛，就为这桩事情。啊，诚心诚意帮助一切众生，圆成佛道，行吗？行，真行。啊，就是这部经，就是这个法门，持名念佛。自己要做给众生看呐！要发这个愿呐！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无论是闲是忙。念念不离弥陀，那就是起无量心。念佛确实不可思议啊，这是一个无障碍的法门。啊，大众欢喜，我高声念。这里头有人不欢喜，我就默念，心里念不出声音。啊，金刚持，口动没有声音，
啊，还有人看到嫌弃你口动，不喜欢看你的样子，默念，心里头念，外面痕迹都看不到，顺众生呐，修随喜功德了。啊，将自己的念佛功德回向给这些众生，啊，愿三宝加持他们，让他们早一天觉悟，早一天回头，能信、能解、能愿、能行，他真有这个心。啊，才起真的感应作用。啊，夜夜皆称真如法界。真如法界就是自性。于自性。智慧的能。念念相应呢，一念才生，遍法界虚空界的佛菩萨，通通收到你的信息，啊，念头才动。就周遍法界，这是贤首过世在《望经还原观》里面告诉我们的。啊，他们接收到了就有反应。啊，我们的信息发出去是感，诸佛菩萨立刻就有应。应的是什么？畜生无尽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效果呢？没有看到效果，是众生的业障太重。啊，我们的感、佛的应都非常明显。啊，可是看看众生，好像若无其事。众生的业障太重。啊，情执太深，所以这个信息是到他身边了，他麻木不仁，没反应，不是没到啊。啊，所以这样的信息。时时刻刻就像波动，这个波啊，光波、声波啊，来撞击这一个业障深重的众生，起了效果，帮助他消除业障。真管用啊！啊，帮助他消除业障，他业障还是很重，这就像他的业障太重了。啊，天天帮助他消。啊，可是有一些众生，他天天还在制造。我们帮助他消的，比不上他造的那么多。
啊，所以几年、几十年看不到效果，道理才是的。你真正明白、真正了解，你就不会灰心了。佛事门中不是一人，多伟大了！啊，众生虽然背弃佛菩萨，佛菩萨念念不舍。佛菩萨知道你本来是佛，现在迷成这个样子。啊，等到哪一天觉悟了，你那个感恩的心才现前。你会认真修行，你会往生正果。啊，夜夜称真，这两个字很重要，与真如相应呐，是故愿无虚法，功不相缺。功是功德，功德没有失掉。法藏菩萨如是，我们也如是。啊，如果我们跟烦恼相应，功德就失掉了，留下来什么福德？福德的果报在六道，福报大的在天上，福报少的在人间。啊，还有更少的。那就在卧道，虽然堕卧道，他不受罪呀。啊，你看看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家养宠物，宠物是畜生呢，虽然堕到畜生身呢，他很享福啊，他比人还有福报啊。啊，一家养宠物，一家人并不好，可是对宠物没有一个不爱，那就是他的福报啊。照顾比照顾人还周到。啊，我看到的比照顾到父母周到，比照顾到儿女周到，那个畜生都有福报。啊，这是修福不修慧呀，所感得的。啊，我们自己修行要特别注意。啊，不要来生呢，变成畜生，被人家做宠物去看待去了。啊，实际上这就是很多。啊，落到这个下场。啊，一定要把慧摆在第一，把福放下。啊，我要智慧，我不要福报。智慧令人觉悟啊，福报令人迷惑。所以福，佛法常讲吃福，
啊，福报大的，他迷惑了。啊，遇到佛法他不相信的，这是迷信，他不能接受。所以菩萨心正，行正，啊，能令无量众生一乘法界。啊，也能跟法界相应。法界是自性的，啊，真如法界。纵然不能直接的相应，对，间接的相应。很不可思议，啊，所以他也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此心即是真如本性也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先说正觉，三菩提心，梵语三菩提，翻成中国就是正觉。世间人有没有觉悟的？不能说没有觉悟。佛说，他虽有觉悟，他的觉悟不正。那么佛这个正字的标准是什么？我们都搞清楚。佛这个正的标准是放下烦恼。啊，第一个阶段叫见思烦恼。华严经上所讲的执着，执着就是见思烦恼。你能够把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统统放下了，这个觉叫正觉。那么世间有觉悟的人，有智慧的人很多，但是他确实他没有把见思烦恼放下，也就是说，他没有把执着放下，他还执着这个身生活。他还执着有真有假，有善有恶，有利有害，有是有非，还执着这些，这些就不是真有。啊，为什么有这些执着，心不清净呢？啊，这些执着放下了，得清净心。那是什么人呢？那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。啊，他们确确实实把见思烦恼断掉了，清净心恢复。这叫三菩提心呐、啊，清净心是真心的，不是妄心的、
再向上提升，三藐三菩提。三藐是真等啊，真等等于佛，当然还没有成佛，等于佛菩萨了啊。菩萨不但是执着没有了，分别也没有了。换一句话说，阿罗汉毗之佛还有分别，没执着。啊，菩萨连分别的念头都没有了，都不会起了。那《金刚经》后半部就是讲的菩萨了，前面讲的是阿罗汉，看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四相破了。《金刚经》后半部讲破四见，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。见是什么？念头，念头都没有了，比阿罗汉高啊！啊，在我们这个经体上，得清净心阿罗汉，得平等心是菩萨。有分别就不平等了，分别没有了，真平等了。啊，再往上提升，那就加阿耨多罗。阿耨多罗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无上，无上真等真觉。这是真，这是如来真的，佛所真的，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见心成佛啊，发这样的心啊，决定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时时刻刻提起警觉，我为什么没放下？我应该放下。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是照做啊。放下不是说事不干了，那你就错了。事要不干了，释迦牟尼佛就不要讲经了，他讲经不是干事啊，给我们讲了49年，事照干，心上呢痕迹都不着佛当年在世，每一天跟大家讲经教学，他心里有没有执着？有没有分别？没有。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啊。没有怎么会讲出东西？就跟前面讲了，他的保守自自然然流出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妙宝。啊，教给我们的妙宝啊，叫法宝啊，自然流露啊。啊，随着我们的程度，我能理解多少，哎，他就讲到恰到好处。我向上提升一层，他再给我讲，哎，又恰到好处。你每一天就听着讲解，天天提升，天天都是恰到好处，所以你法喜充满了，啊，快乐无比，啊，天天有悟处，
小悟啊，年年有悟处，大悟啊！啊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就大彻大悟，他怎么不快乐啊？世间人不了解这种事情，真正了解、真正明白，我相信他一生呢，他就追求这个，其他的都不要了。为什么？这带得去的，世间所有一切法带不去啊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带得去的。啊，这就是经教里面的道理。经教里面的方法，经教里面的受用，啊，经教里面的经验。你能带得去。只有这是真的啊！这个心跟真如本心就相应了。这一篇积功累德了，内容非常丰富啊！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再看下面一篇，第九篇，圆满成就第九。你看，积功累德之后，下面就是圆满成就了。第九篇，明圆满成就。以上从第四到第八，皆显法藏大师因地缘行。第六品，法藏菩萨的大愿发愿。第七、第八，法藏菩萨的大行啊。那么从本品起，就第九品起，这是果德成就。有因，必定有果报。有不思议殊胜的因，当然就会有不思议殊胜的果德成就。本品内容有三，有三大段。第一大段，佛赞法藏因缘果满了，这是恭喜他了。他成就了。第二段是阿难起问，第三段是世尊证答。啊，我们看这一问一答，对于因行果德的道理就更深刻了。啊，知道我们要发心修因，必定有像弥陀一样的果报啊！看经文，
佛告阿难：法藏比丘修菩萨行，积功累德了，无量无边了，于一切法而得自在，这就果报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。我们看念老注解，世尊总结前文，盛赞法藏比丘修普贤菩萨之大行，积累无量无边种种功德，于一切法而得自在。世尊自称：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今以此语赞因地之法藏，乃赞叹之偈也。我们先看这一段，本经在第二品，第二品还是续分啊，三分里还是续分，已经给我们明显的显示出来，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啊，这就说明了净宗法门弥陀净土是一尘大法，比大乘还要殊胜呐！啊，大乘是菩萨乘，小乘是声闻乘，一尘是佛乘。一佛乘，在大乘之上啊，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，大小乘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。每一个宗派的创始人叫祖师大德，都是修行正果的人啊，不是普通人啊。政治清明，众生有福，佛菩萨通通都降临了，应化在中国啊，给中国带来了佛法的盛世啊！这些祖师大德们几乎是公认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一尘只有三部经啊，是跟你讲一生成佛的。第一是华严，第二是法华，第三是梵王。梵王
没传到中国来。啊，华严法华传来了，梵王只有一品，菩萨心地戒品。啊，全经没传来，只有一品。那么法华、华严，到最后都是归向净土。啊，华严最明显，你看到幕后善财五十三参。文殊普贤，十大愿王道归极乐。啊，道归极乐是归无量寿经啊。那无量寿经是什么地位呢？一乘的一乘。啊，这也是祖师大德们说的。华严法华引导我们入弥陀净土啊，引导我们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祖师大德这句话了，我是深有岂敢啊？为什么呢？我信净土是从华严认识的啊，从华严，从法华，从楞严啊，这三部大经引导我归向净土。啊，皈依净宗法门呐，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修净土的人，就是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。那西方极乐世界呢？全是修普贤大行啊，这是古大德说的，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，他成不了佛啊。所以大乘菩萨到最后一定要接受普贤菩萨的教诲，才能够圆满成就。而怎么圆满成就呢？原来都是普贤菩萨领导大家到极乐世界去成就的。你这个多殊胜呢？佛法讲啊，无量的庄严呢，无比的庄严。我们了解这桩事，真正体会到这个境界，才一心皈依净土。啊，真的搞清楚了，真的搞明白了。啊，所以当年李老师把这一部经给了我，啊，我就把《华严经》啊停止住了，不讲了。
华严经讲了一半，八十讲一半，四十大概也讲一半的，后头我就不讲了。我就发现这一生专讲无量寿经啊，所以无量寿经讲了十遍了啊，这一次是第十一遍啊。为什么呢？彭继清居士讲得好啊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即是小本华严，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。他所说的这个话我完全承认，我一丝毫都不怀疑啊。讲这个经还是就是讲华严嘛，讲华严里头的精华了啊，华严里头最重要的部分呢啊，如果不是韩馆长临终之前的祈请，我就不会再讲华严了啊。第二次讲华严呢，是报韩馆长30年护持之恩的啊，他有个愿望，希望把华严经讲圆满，留一套光碟啊，给后人做参考啊。黄念老当年在世也当面谈过这问题啊，希望我把大经讲一遍啊。最早的台南的开心法师，这个老法师很慈悲，往生了，往生之前每一次跟我见面都希望我讲华严经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可能以后啊没有人讲这部经了啊。我懂得他的意思啊，所以有这样殊胜的缘分啊，这三位这样的关心啊，所以我才第二次开讲华严啊。第二次讲的华严比上面前一次讲的详细多了啊，境界跟以前不一样。这一部经重要啊！啊，就是华严呐、啊。极乐跟华藏是一，不是二。唯有修普贤十愿，你才能够累积无量无边种种功德。啊，十愿要落实，礼敬祝福，一切恭敬啊，不但是一切人，这一切众生，众生包括无情，对花草树木，对山河大地，对一切法，没有不恭敬的啊，真诚恭敬啊，称赞如来是善法，与信德相应的
啊，恶人行善法也要赞叹的。他行恶不赞叹，他行善赞叹的。啊，这个是帮助他回头，帮助他改邪归正，帮助他断恶修善，普贤菩萨教的。广修供养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执着心，平等的供养，真诚的供养，绝不求福报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是无条件的供养，这在诚信。供养里面有求果报，有求回报的，那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这要懂得，福报是六道轮回里面，不能超越六道。啊，我不要福报，不要人家回报。这个功德能帮助你超越六道，帮助你超越十法界。啊，忏除业障，忏悔业障。无始劫以来，生生世世，没有闻法之前，哪有不造业的？啊，今天我们细心想一想，自己好好反省，我有没有造阿鼻地狱的罪业？有没有造无间地狱的罪业？不要管别人，问自己。如果有，你不害怕吗？你不怕地狱苦吗？盈科法师就是因为怕地狱苦，他真的回头，真的忏悔。啊，一心念佛，把阿弥陀佛念来。要不是真正恳切的心，怎么能把阿弥陀佛念来？啊，念了三天三夜，不眠不休啊。啊，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他还有十年阳寿，就是他还有十年寿命。跟他讲，等你命终的时候，我来接引你。法师有智慧，法师知道自己业障很重，经不起诱惑，五欲六尘的诱惑摆在面前，不就又犯罪了吗？那十年还得了吗？啊，这是他真正觉悟了。他要求阿弥陀佛，我十年阳寿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走。这是智慧的决定啊！啊，阿弥陀佛答应他了，
三天之后为了接引你，真的三天之后没有生病啊，往生了。这个事情记在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里面都有，都有。啊，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！造无间地狱的罪业，像盈科，三天就能忏悔掉。他的业障没有忏悔的话，阿弥陀佛就不能见他，他有障碍，肯定业障忏除了，阿弥陀佛出现了，也证明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是真实不虚，一点不假了啊，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真的是搞透了。世间什么样灾难你一点都不害怕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有足够的时间。见阿弥陀佛。有足够的时间阿弥陀佛来带领我们到极乐世界。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在这个世间活一天，这个经不能不读啊。这经帮助我们解决许许多多的疑难杂症啊，帮助我们建立真正的信心呢，激发我们求生的大愿。啊，只有积累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才能够得到于一切法而得自在。啊，这一句话说，这句话圆满成佛，不是圆满成佛，于一切法你怎么能得自在？啊，那这一部经是一生圆满成就的第一部经，智持名号是一生圆满成就的唯一法门。你不一天到晚抱着这句佛号，还想东想西，错了啊！应该放下了。一切放下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自称，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啊，这是自己说出自己的境界。啊，只有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通通放下，你才能于法自在。于法自在就称为法王。啊，王是比喻自在的意思。啊，在古代的帝王，一个国家只有他法号施令，别人都听他的。啊，他不要听任何人，这叫自在呀。啊，所以王是自在的意思。
那么你把这个障碍通通放下了，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没有障碍了，你在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，你得自在了。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你明白吗？于法自在，我四书五经没念过，我现在拿来的时候能不能自在？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有凭据吗？有。你看看慧能大师《坛经》里面所写的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。在黄梅8个月，一次讲堂没去过，一次禅堂没去过，8个月都在对方里面舂米破柴，干粗活。现在讲的是他在做义工啊，他来伺候大众的，在厨房里面工作。开悟之后，于法自在了。得大自在了。别人拿着经书向他请教，他不认识字，你念给我听。听完之后，他就给你讲解，没有一样不懂啊！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全通了。这叫自在啊。还要学吗？不要学了。第一个得度的无尽藏比丘尼，无尽藏比丘尼对他非常佩服。在他手下第一个开悟的人，他受持涅盘经，他念涅盘经，能大师给他讲涅盘经，讲到后面他开悟了。在最初他好奇，向能大师请教，你不认识字，你怎么会讲？你怎么会懂得这么多？能大师告诉他，这个事情跟认识字没关系，跟学不学也没关系。一切法从心下生，佛说了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心跟法是一体的，你只要坚信，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？哪有不明了的道理呢？世尊，今天以自己的境界赞叹法藏菩萨，有法藏在因地还没成佛，用这个话来赞叹他，是赞叹到基础了。一切自在，
就是一切无碍，也就是一切圆成啊，圆满成就了。大乘经教里面，对于这种事情，我们可以说是有相当的了解，有相当的认知，只是我们的功夫还不够啊，不是不知道，真正明白之后一切放下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自心全现了，见心成佛了。那这里面最难的是放下起心动念，最难，不要紧，能做得到，你即身成佛了；做不到，咱们到极乐世界去。果然能够放下分别执着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生十报庄严土，一到就成佛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弥陀四十八愿加持你，你马上就明心见性。因为你已经到了明心见性的边缘，他一加持你就见性了。没有得一心的，佛光一照，得一心不乱。啊，功夫人成片的，得四一心不乱。四一心不乱的，立刻就得离一心不乱。啊，佛光一照，把你功夫提升一倍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现在功夫就在放下。功夫不是在每天念多少佛、念多少经、磕多少大头，不是这个事情。功夫在放下。啊，因为放下之后啊，你是用真心、真诚心念佛，那个一句佛号非常管用。啊，一句佛号就跟阿弥陀佛连上线了。没有放下的人，怎么念接不上，好像电信中断。总是接不上啊！印祖说，一分沉静，那就是一分的解脱；十分沉静啊，那是圆满的解脱了。啊，放下真诚心才现前，放不下真诚心不能现前。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，要把它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功夫就得力了。啊，什么样的灾难也不在乎了。啊，对我来说没事。你说你多自在啊！所以这一次我们是第一次分享大经节演义，
有缘的同学不能错过我啊，错过了太可惜了啊，抓住机会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，关键就是放下万缘啊，不要再执着了，从这开始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欢缘观上告诉我们，随缘妙用啊，妙用就是放下分别执着啊，随缘就妙用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